洪小姐，若是无问题，麻烦你也签名。我就已经讲过，我是无辜的，是安怎恁这人拢无会相信我？卖个装可怜啊！那么是你偷摕研究经费，谁偷摕？你讲啥物啊？你无凭无据，你凭啥物讲是我偷摕？你嘛知影迄个保险箱的密码，无底卡你就是迄个贼啦！因为你身上雄雄加加这么侪钱，这就是证据。我已经讲过啊，这的钱哦是迄个贵妇要借我的。上好是，我规天伫外口走来走去，但拢无拄到贵妇，万一无条件借我这侪钱。你规天讲钱是为天顶落来，加做都爱加担呢，佮牵拖阮来遮，实在是够衰。卡叔讲真正有你讲的迄个贵妇，为甚不叫咱打电话时阵就无接人？美云，我希望你跟我讲老实话。我讲的就是老实话啊。老师，介洪美云有妄想症啊，介是伊偷摕阮的经费，佮想讲是一个贵妇给伊的。你讲啥？你莫胡白乱讲，我真无白嘞。好啦，你两个莫搁冤啦。今仔先生，请问调查结果是安那？洪小姐身躯顶的钱确实是足可以的，要唔过我查过办公室的监视器，嘛对比过指纹，无拾到洪小姐开保险箱的画面。我嘛去问过银行，银行证明洪小姐确实提银票去领钱的，所以是身躯顶的钱哦，应该不是偷摕的啦。你看。连警察先生拢会证明我的清白。我今天就打电话，把迄笔钱放伫你保险箱内面啊。啊，不过现场嘛无去用破坏，为什么迄笔钱就用无去啊？这无合理啊！警察先生，你敢确定你手头无证据？暂时无任何线索，要唔过阮警方会继续调查这件代志。你会当先离开啊！阮有任何消息，一定会甲恁通知的。多谢，真麻烦你，一定要替阮查好清楚。好。多谢你，今仔咱来当。老师，我无想要甲杰差行做伙啦，我先回去啊。美云，你嘞？老师，你先来等啦，我今仔日哦，恐怕无心情上班啦。好啦，那呢，你今日就先休困。我跟他整理自己的心情，我想去研究室啊。我明明就没偷拿钱，是怎么老师跟婷婷就是不信任我？敢说善吃的人就一定是贼啊？是怎么没钱就会让人看无？讲来讲去哦，拢爱怪高伫咧外口用我的命的四界借钱啦，搁借甲钱转去啊，害我逐天去予人讨笑，有厝嘛无通转去，竟然搁予人冤枉，我真正是有够衰。奇怪，迄个电话号码明明就是富林号我的啊，哪会敲拢唔对？美云，我是韩夫人啊。夫人，你把我害死啊！是安怎啦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就你借我一笔钱，别人料准讲我是贼人呢，搁不敢警察局。我差一点啊，就去予人关啊！啊，迄时阵我就要证明，现在是你借予我的，我就打电话予你，想袂到迄号码竟然是错误的。我真正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啦！那这严重啦，歹势呢，啊你受委屈啦。夫人，今嘛只有你会当证明我的清白，你一定爱把我救了。你放心啦，我会替你想办法。无安尼啦，你等有代志无？我请你吃饭。好。我等电话订好，再把地址传给你，哈。多谢夫人。做了真好，您头底下钱都恁做奖金。
这间的菜有合你的考虑无？有啦，我唔捌食过这么好食，又搁这么高级的物件呢。今日真多谢你带我来吃，啊，这间餐厅一定足贵哦。啊，你受委屈了，当然好好弥补你啊。对啦，这间餐厅的千层蛋糕最有名，我等下交代员，给你炸一份蛋去哈。好啊，夫人，多谢你啦。你真正是对我足好呢。你敢知影我伫个研究室的时阵，王老师常常咧搞我骂，伊嘛卡跳上另外一个助理婷婷，尤其是迄个婷婷，伊看我无，啊，常常咧搞我大声声，研究经费无去啊，嘛不乱是我偷摕。是的啦，啊，想袂到讲我的好意，煞害你去用玩偶。玩偶，夫人真正是玩偶，你敢知影？你万一无条件借我钱？无人要相信呢，尤其是迄个婷婷哦，伊阁甲我口说讲啥物，我是善食到要起痟啊！无唔对，我是善食，啊，不过这并无代表无人愿意甲我斗相共啊。对啊，我嘛认为讲伊就是怨道理，偏偏你有遮好个运气，你才条刚安尼讲。嗯，我感觉你讲了真有道理呢，无你家伊就是怨道挂。这红米粉真正有够爽的，完全无见过世面啊！无彩我阁浪费时间坐在遮，结果我听伊讲这无营养的。啊，是讲夫人，嗯，顶边哦，你为什么要给我一个唔对的号码？啊，害我去让人误会。我家在警察先生会当卡电哦，迄个钱是我为现金票领的，唔是我偷摕的。我发你电话是唔对的哦。嗯，你看，真正是唔对呢，啊，歹势啦，啊，所以害你去用误会，啊是讲，警方因办案拢是爱讲证据的，啊，你也无偷窥，你无讲实话尔，因绝对袂告你的，你免惊啦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，这个社会是有够现实的，啊，拄到有权有势的人就我过，看到善食人就走甲我买。我确确实实是予人冤枉的，啊，王老师甲婷婷有闲去徛伫我这边，啊，实在是足失望的。你有冤枉伊无？当然会啊，伊安尼甲我糟蹋，我当然会生气啊。今摆我替你出一口气。想想对对，回忆连连，上红雾。红翠迷离，纯情回忆。